好，无敌重要包要来开箱了。有人问说里面到底是什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那我现在来拆解它。好，重要包是什么呢？我们把它打开来看哦。那先放到夹链包里面。好了，欸，你拆开了，这样大家看得懂里面有什么吗？我觉得应该是看不出来，反正给大家做参考咯，给重要店的看看吧。